20分钟后关门。 为什么这样审慎秘密的？是波特他让我们到这里来见面的。不能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，这有关范氏高行动的安全，你说对吧？我说，我是这样称呼这次行动的。你们全是些乡巴佬，你们要……把眼睛摘下来。你们知道这个州里有几所警官学校吗？ 这话什么意思？不，没别的意思。一共是2所呀。错了。据我得到的情报，马上要关掉一所。那关哪一所呢？现在还不知道。上面没决定呢。所以派你们两个去拉沙德的警官学校里边捣点乱，找点麻烦。让我们这所学校保留下来。 你们要刺探一些个可靠的情报，然后详细的向我报告。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我们会的，头儿。可以走了吗？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应该分开走。我们先走吧。我们走，走吧。 门好像关了，头儿。我们出不去了。波特，快抓住车！来了！波特，不好了，停下混蛋车！ 我的车呀！作为州长，看到你们这些即将从警官学校毕业的学员，真为你们感到骄傲。 但是遗憾的，我不得不告诉你们，这是最后一次两个班同时毕业了。因为我们的经费十分的紧张，两所警校不得不关闭一所。我们组成了评审团，打算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来考核一下，看哪个学校可以留下来。因此，你们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。我相信两位校长一定会非常高兴地迎接这次挑战。 好，你们说对吗，莫斯先生、拉沙德先生？啊，拉沙德校长，祝您好运。哦，当然，优胜劣汰嘛，我们会赢的。别太肯定了，莫斯先生，有不少新学员需要我们来培训。 答应我，你要尽力而为。好的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哦，头，看那边。啊，尊敬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非常高兴见到你们，需要坐车吗？我们将派警察护送各位，怎么样？请大家上。哦，州长先生，您刚才的演讲真是棒极了，非常精彩。哦，哦。 州长先生，我知道您非常忙，但是我的训练技术研究。